所以你不按摩的话，那我把我妈裤子穿起来了。可以啊。穿、啊、起、嗯、对。如果不需要。我不需要了。就照一般穿着就可以，我就可以按了。来，伯母。放轻松哦，他有没有帮我再拿一个小棉被？嗯，要干什么？就是把它后面垫高一点，不然它后面都趴着，有没有？嗯。因为你要按背部，它就要侧躺嘛。那我给它放平，好吧？现在是先放平。现在没有放平，现在是。现在是那个，有点脚是侧躺，微微侧躺嘛。对。等一下是要侧躺更大一点点、啊。对，我说现在是头是翘起来的，我把它放平吗？嗯、可以啊。我给它放平、嗯、看。那等一下要微微侧躺。然后放平以后，他有办法侧躺吗？嗯。侧躺，就是在屁股，他整个大概有点斜趴着这样子。先妈妈，我帮你按摩哈、哦，让你放轻松一点，好，让你肌肉轻松轻松的哈。哦哎呀，会比较舒服哦。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我因为在专心的穿裤子，我没有听清楚你。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说他可以整个侧躺吗？可以啊。对啊。对。那可以帮他侧躺一下吗？现在是吧？对。OK。这样我才能按背。好。因为我刚才按不到背，所以我先按手。那我想说，等你忙完再加帮他侧躺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他的手伸直来。来，叫妈妈，我们侧躺一下哈。嗯。好，来，侧躺。哎，来，叫妈妈，我们往侧边躺。妈妈来得及。OK。然后在这边哈垫个东西，它就不会放。他屁股这边，我们一般是把这个棉被他没有嘛，你稍微帮我扶着他一下，帮我扶着。
是它刚刚是盖着这个棉被，所以现在没有盖，我想拿一个比较薄的东西帮它盖一下。再多一点，然后它会一样回来。好，它这样就固定住了。他手也有点硬了嘞。哎，对。他所以他全身都，如果没有再处理，他全身会越硬到有点要回，也是要曲起来了。然后他已经开始这样伸不直了。我给他盖一个。对。盖一下。比较薄的，哎，稍微盖一下。那你礼拜一、礼拜三找临时的那个也是市长的吗？还是明眼的？明眼的。明眼的啊。他是一个本来在上班的一个妇女。那后来那个公司就是结束了，那他就去学这个东西。学了以后，他就帮他的家人跟亲人做。做了以后呢，口碑还不错，他就去应征，应征就上了，所以他就做。也是在这附近做吗？不是。好，不然是在。他是原来我妈妈在另外一个养护所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在，你是说那个中心镇那个北投那边吗？在北投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有请的，那我就也请他帮妈妈做过。那他家好像是在，那天说应该是在。也是北投那边。不是，在不是。他应该在那个什么地方，就是现在那方向应该是在植物园的那个方向，和平西路那里。他那个手都僵得很紧，都绷得很紧。对。他紧到这个都变成这样子了。对。对，他手。还有谁没换？对啊，不只是脚，连手也是。你忙的话，我来换。所以小琪来都会帮他推，那个按摩师也是都会帮他推油，也是全身推。我看他也是用穴道的。它是沾点药膏，然后在某一个点上这样子搓揉，是不是？对。那然后全部弄完了以后，他跟我说要洗掉，然后我就去拿温水给他全身给他，搓过的地方就给他擦掉。那药膏了。那习惯就是一定要抹油，不过他应该也知道。不能丢啊，不能太轻。这一节整个都降低了。你给他搓的还蛮大力的哦。
不是不是，是你那个地方。这个地方。哎，我只是在他的臀部的地方给他搓揉一下。哎，这样而已。不知道。哎，不会痛的。是你那个地方他不舒服。对，我的这个要慢慢把它拉开啊，它还越压越僵了。这个小朋友刚刚了解一下他状况，手指也僵掉了。需要我把他身体弄直一点吗？嗯，这样还可以，我还可以操作。当然，如果可以再把它弄直是更好。OK。妈妈，我们过来一点啊。看看他什么的，我让你手放开看看。他手放开，哎，应该是还好。我那边有垫着，应该不会。小琪说你有在教人了，有啊，按摩有。什么时候有新开班？他们都是个别来找我啊，看有几个我就一起教，随时开也没有说很固定。哦，我不是说，应该说他们都是朋友转介绍的。嗯哼，对。然后他们有要学，我就教他们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不是说。一起开班，什么时候随时来都可以的吗？对，还是要先讲好，那有多少时间、嗯，他可以有多少时间，然后我就为他设计、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拿执照而已，还是要工作的，还是要就是依照不同的状况啊，再去设计他的内容。嗯哼，有一些只是纯粹为了要拿那个执照，只是要因为视障者。有拿执照，他就可以那个有劳健保了。嗯，那有些是真的要工作，那教的就不一样了。嗯，对，一个就是只要能够考过关就好，一个是真的你要能够超过。嗯，还有时间啊，还有那个他要学的东西不一样。嗯，那我这边他们觉得我还可以，就是说我依照他们个人的需要啊。嗯，他现在有的是为了要他自己本身有在工作，然后只是为了要拿那个残障，是吧？就劳健保，啊，那只是为了考试，啊，那个就我们就不用教太多了，啊，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了。嗯嗯。对。啊，有一些是要考试，是吧？要工作的，又只教他一点点，他以后也没办法工作啊。嗯嗯。那我们大班的话，会变成说，你只能。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全部就是教这么多。嗯嗯。啊，那会不会个别去跟你的状况去做纠正？大班是几个人？没有，他们有时候大班大概都是十几个、二十个啊。哦，那个算是一般的，一般啦，那个叫一般的。嗯。一般的是以十二个为主。嗯。啊，如果真的大班的，甚至明眼人，他们开课有开到五六十个的、啊。嗯。可是那个都是我在上课，我在找一个人来操作，人家旁边看嘛。嗯，那是明眼人的，
那我们视障者一般最多是十个，大概12个。嗯，因为我们视障者，你一定要亲自带着他做。嗯，那明眼就是说你我一个人在上面操作，嗯，然后像我这样做自家妈妈，哦，我就边做边讲，嗯，啊，你们在旁边看，嗯，啊，你们做的怎么样，我就在旁边看，你就变成说没有办法，我抓着你的手自己做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视障的开的班，那我一次教最多是6个人。嗯，对，他一般都是一两个这样教。你这是算穴道的吗？看穴道。对。穴道跟肌肉。哦。因为像穴道只是加强，但是还是我是以经络整条线拉下来，然后刺激它神经节点，就是说解剖跟经络。我觉得现在的按摩，我在做都是解剖跟经络两个一起并重的。嗯，